终于到我们的酒店了。我们的酒店是台南的香格里拉大酒店。Lisa 现在在那 check in。他们酒店有个坏处，就是到了晚下午三四点以后才能有入住房间。有房间吗？还不知道。哦。漂亮，哦，漂亮。看这个大厅很漂亮，应该是他们当地五星级酒店。特别的富丽堂皇呢，就是一点点瀑布，墙壁的瀑布一样。能看出来这是瀑布吗？这是一个吧台。这些人肯定跟我们一样，也都在等，等他的酒店的弄好了。看着很不错的感觉。吧台看着很高档的感觉，一间一间的休息。坏处是，现在大厅人很多，因为房间没好，可能因为房间没好。看看这里卖什么的，母亲节蛋糕。刚才我们去一个地方吃得很饱，所以呢，我们还不打算。还有房间了没有？看看有房间了没有 ？Lisa 在那儿弄房子呢。有房间了吗？哇，已经有了，太好了！咱怎么那么幸运？那么多人都等着呢。为什么呢？免费的 upgrade。这样的话，因为是比较好的房间，所以里面的的那个酒冰箱里面的饮料都可以。嗯，那么好。要拿行李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稍等一下。稍后见。他本来说让我们送上去，我说不用了，两个行李我们就自己拿就好了。嗯。2607，他就26楼，很好，还给我们 upgrade 房间了。咱看看他等会 upgrade 有多好啊，五星级酒店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的，谢谢。
电梯。嗯，哎呦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去26楼。哇，它这个楼层多高啊？38层。哇塞，最高在38层。看他让他们送那个什么多好，他说让他们送他们回来，就怕他们半天不上来。不会半天不上来，那么多行李员呢。哇，你看这整个酒店，你看，哇，很，哦，你看这整个酒店，哇塞，这个人是外的，坐的是室内的那种电梯。走，接着走，我们已经到了26层了。地上满是地铺的地毯，所以很难前进，还是拉着行李比较好。刚才人家要求给我们送房间，行李送房间， Lisa 说不用送，因为我们房行李很小，很小件。07还没有到，好了，等一下，让我看一下，等着07，好，敲门。开箱房间，开箱酒店。说是 upgrade 了，所以冰箱里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吃。哇塞，哇，真的是一个商务间呢，这可以再睡一个人都没有问题。哇塞，哇，这也太大了，好漂亮啊！哇，风景太美了，真的是很大很漂亮。哇，他可能知道我们晚上要办公啊，这等会晚上回来再拍，肯定更漂亮，夜景哈。确实很美。嗯，还挺满意的。来 ，Lisa。楼层够高。哇塞。风景很美。嗯，其实我们定的应该是双人标准间了，他给我们 upgrade 了一下。如果早知道 upgrade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再带个人来住，因为这沙发足够长。我们看一下他冰箱里面都有什么饮料啊。对对对，冰箱饮料都可以喝。可以可以，我很好奇他送的什么饮料。啊，汽水，就是这些汽水，台湾啤酒，这些都是能喝的，可以免费喝的。看还有什么茶叶，咖啡机可以使用，还有这个自助咖啡的
capsule。 嗯，很好，看一下这边都有什么。哦，它有一些就是有茶，两包茶。嗯，二层，二层就是不同的杯子。嗯，还有两杯速溶咖啡。嗯，两包，四包速溶咖啡。嗯，好，不错。有个烧水壶，可是今天我们带了我们自己的烧水壶。嗯，让我去看一下厕所。这是 upgrade 的。哇，哦，厕所足够大，足够大，足够大。哇塞！一般我一般都不会拍厕所，因为他就说是 upgrade 的，我就想看有多大。厕所很大，但是我觉得它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刷牙。我们现在在香格里拉大酒店，然后我们现在想休息几个小时，等太阳差不多下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到那个武圣的夜市去逛一下。听说那个夜市也是特别漂亮的，特别多东西吃，所以特别期待哦。啊，我现在是晚上逛完夜市，来再重新拍一下我们的酒店。看着酒店晚上是富丽堂皇的，下午的时候有没有灯我都忘了。对面那个墙是小型的瀑布墙。丽莎在那等我嘞。这有休息的，从这儿走一圈。今天下午过来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人坐到这里喝茶呀、聊天呀，还点了一些蛋糕在吃。现在都没有人了。这是一个五星级大酒店，叫香格里拉大酒店，而且他给我们 upgrade 图商务房，所以还是很好的。我们今天下午住了一下，等会儿上去看一下夜景。下午拍了一下房间大概样子，外面全是楼房之类的。晚上等会儿去看一下夜景，应该不错。现在大厅都没有一个人，其实才9点钟左右。这是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入住，办入住的时候，我也拍过了。这是大厅啊，外面的街道。这个酒店有38层呢，我们刚才今天住的是26层。这今天下午拍的，它是卖蛋糕的地方，母亲节卖蛋糕的地方。今天下午过来的时候还开着门呢，现在已经关门了。母亲节缤纷上市蛋糕店，我们总体上觉得这个酒店特别好，
目前来说觉得特别好，但是而且也很便宜，性价比挺好的。就是他外面卖商务，就是商务间卖才200多块钱。我们今天下午坐，我们在前一阵去南极，在阿根廷住，但他那个酒店比较古老的，像古老的贵族酒店一样，但是其实就是很一般的，我们住的很一般，那个要400多美金呢，而在网上卖的要卖600到800美金的，这个酒店就很好。丽莎怎么了？通往一个购物中心。哦，通往一个购物中心啊，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嗯，可是它到10点就关门了。关门了，现在9点多。9点多。一个购物中心是好几层楼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看。还是像那个。还是一层楼的，哦，那就是好几层楼的可能。嗯，跟我们酒店。那这就是一个很比较大的商务中心了，购物中心了。应该是的。大的，比较大的购物中心了。但是我们这次来主要就是来吃台湾，逛台湾的，所以那走吧，咱就不多转了。还是想你明天过来转一下也行。对啊，明天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啊，明天周六过来看一下。可以。这很大的商厦一般的底下都是卖各种化妆品之类的。Lisa， 你想看看哪块有卖泡泡茶的吗？还是啊，对对，咱楼上有饮料呢，咱到楼上去喝饮料好了，对吧？还有茶，他有咖啡楼上。啊？我觉得咱下午已经喝了一泡泡茶了，明天还要喝呢，就不要喝那么多了哈。这是干啥呢？广播寻人。快到粽子节了吗？对，快到粽子节了。啊，快到冬端午节了。走。从哪进呢？从这上。端午节要吃粽子了。好了，他们上去了，咱们坐下。好嘞，晚上能亮一点，这个楼层能亮一点，因为它都开着灯了。下午出来还黑黑的，这不知道是哪一个音乐家。走，咱们去看咱们的酒店。下午已经拍的房间差不多了，我等会光拍一下外面的夜景就好了。因为我们这个楼层才是26层。其实它这个楼总共有38层。哇，从上面看很美啊，在底下，是吧 Lisa？ 嗯，走，我们在2607。
我们的房间到。好了 ，Lisa， 我们今天下午住过来，已经拍了房间的情况了。现在我只主要是拍一下外面的夜景，看外面很漂亮哈。这是他们城市的夜景，我们在26层拍。虽然没有特别的景点，但是还是很漂亮的。刚才这个声音是 Lisa 打开饮料的声音。那边是街道，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物外面。不错不错，哦，他知道是你的生日，嗯，给了你个生日卡，你看，嗯 ，Dear Miss Lee， Happy Birthday， 嗯，啊，哦 ，Please enjoy the cake set in the refrigerator， 嗯，他给你送蛋糕了，那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哦，包括在内的，让我看一下，送了你一个小蛋糕。特别细心，其实明天才是我的生日。对啊，我明天要 check out 哦，可能因为明天你要 check out 了，所以他就今天给你啊。真没想到，哦，好漂亮啊！你看，嗯嗯，噔噔噔噔噔，这能转过来吗？好，今天12点我就帮你唱生日歌，就用这个蛋糕了，可以不用买了。哇哦，看看。嗯，很精致哦。嗯嗯，好，先把它送冰箱。好。嗯，这真的是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对对对，没想到，没有给他说什么，没有想到他会那么的细心，还给你准备了蛋糕。果然是5星级酒店的待遇。收回去，然后我们再。我们已经到达我们的酒店了，这是台中的李芳爱美酒店，英文叫 The Meridian， 它是一个2022年才刚刚开始的酒店。对，2022年才刚装修完的。所以是一个相当新的酒店。已经办了入住了，已经拿到房卡了，因为现在已经3点多了，现在我们就要上去我们的房间。两家呢都是5星级的酒店，上一家的
香格里拉跟这一家的Lee Meridian， 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，看哪一家的服务更好。其实我能感觉很明显，进来的时候香格里拉的那个服务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他马上会有人在门口接你，而这个没有。啊，这个啊，不过这个会保安会好一点，因为你需要在电梯里面刷卡，然后你才按你的楼层。香格里拉就不需要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。可是香格里拉呢，它有很多工作人员站在大厅接待客人，就如果有。它最高层感觉是24吧。好了，我们到了9楼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我们的房间是0910，就是这个地这个位置。又是最里面的。他们怎么都喜欢给我们最里面的房子呢？是的，也不短了，我觉得我们要去到那边。它这整个酒店是以黑色为主，感觉它的地毯都是黑色的。01是这里。这是这是10，这个应该是10。没有，这个不是房间。哦，那就是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啊，这边是911。哎，嗨。嗨，谢谢。哦，这里是910。悄悄。哎，你刷卡了？刷了，刷了。这个 main switch。好，谢谢你，可以可以。好，小姐还有什么服务的吗？啊，没有了，谢谢。好，感谢。对，然后让我看能不能把灯都打开。对，让我先把空调也打开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到房间里面了，然后房间呢，从门口走进来呢，他给我第一个感觉的印象就是怎么那么黑呢？因为两边都是黑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呢，当你一走进去的时候呢，你又觉得诶，好像没那么黑，突然间它就是很亮的颜色，所以还可以。对，看得很大。然后一进来，我们首先我们就看到了是厕所，然后我就很好奇的，厕所镜子很多，进来就有一个给你泡澡的。然后我就在想，上厕所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洗澡的地方又在哪里呢？然后我就看到这里有两个门，他这边说拉开，你们猜猜哪一个是上厕所，哪一个是洗澡的？让我来拉开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是上厕所的，所以而且是免治马桶，挺好的。然后所以他就有一种好像 privacy 啦，所以你上厕所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个人也可以，好，比如说另外一个人可以洗澡这样。啊，这是洗澡的。然后洗澡的空间特别大，你发现我把手整个打开都碰不到。诶，他有 peppermint shampoo， 是我最喜欢的，我最喜欢就是薄荷的洗发乳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然后它所有的这些硬件，它都是用金黄色。它就是不同的颜色，不同的洗发乳。这是洗，这个是洗发乳。啊，这个是 conditioner， 然后这个是 body wash。不同的植物。对对，不同的植物。然后这个 conditioner 哈，特别的很 special， 因为如果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什么菜呢？这个是芹菜吗？
不是，这两个字咱还真不认识。这个是什么菜呢？让我看一下。不是一种菜来的吧？感觉上是一种菜。鼠尾草沐浴乳。OK， 没关系。鼠尾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只知道什么是薄荷。我们出去外面看一下。然后这两个地方呢，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好比说，如果你是跟朋友来呢，你会发现它没有一个锁的，它没有锁的。所以就说，如果有人在里面上厕所，他把门一关呢，实际上你不知道有人在里面。然后要是不小心打开就糟糕了。所以还是要上厕所的时候，可能就要说：“哎，我要上厕所了，你们别进来。”那样。然后看一下，它这里有两只矿泉水，跟那个香格里拉不一样的是，香格里拉有两个洗脸池，蓝牙已断开。然后它这个很可爱，你看它有这样的画，有一种很中国风的感觉。然后打开里面，这个是什么？看不出这个是什么东西。啊，这是漱口的，这是漱口的。然后有搓澡巾，有牙刷、牙膏，有梳子。然后如果有男士的话，这个有剃须刀。对，就是基本的东西都有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香皂，蓝牙已连接。哦，然后还有个 vitamin B5 的 moisturizer， 不错。然后有纸巾。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东西，我发现台湾的五星级酒店他们很好玩的，他们都有这个东西 volume。 我上次先入住香格里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，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是连接电视机的，所以我又看到了，就说等一下如果我们开电视的话，我们又会听到电视的声音也能从这里出来了。这里还有个地毯。好嘞，然后现在我们出去看一下。对，也有地毯。现在我们再出去看一下，然后这边进来呢，这边还有一个门，然后这个门开起来，我以为是个衣柜，然后发现蓝牙已断开，是个镜子，是一个很大的镜子，蓝牙已连接，就是你站这边，你可以从前照到旁边，就是一种全面的镜子，还挺好的。我第一次看到酒店有这样的设计，专门弄一个镜子，就给那种特别爱照镜子的人，应该很高兴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放行李的就有点太矮了。对，放行李的有点矮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这就是他的衣柜。他有给拖鞋。看一下他的拖鞋。感觉上他拖鞋的质量能比香格里拉的好一些，厚一些。等一下穿看。雨伞，香格里拉也给雨伞了。还有一个保险柜，我们很少用保险柜。然后啊，抽屉里面有这个是鞋拔子是吗？然后还有这个刷皮鞋的，蓝牙已断开。然后下面呢，下面没有，下面是空的。冰柜让我看一下，我觉得一个五星级酒店呢，它是不可能没有冰柜的。冰柜就在这里，它的迷你吧。对，这是电视。对。对，然后我怀疑他的 mini bar， 对，这边就是他的 mini bar， 对，他的那个打开里面，没有说这饮料是可以随便喝的吗？我看了一下，他们的饮料好像不能随便喝了，因为这边有一个账单，所以他这边会告诉你 ，Pepsi 百事一瓶是60，Seven Up 是60，所以如果你要的话，就是60块，可以把咱的饮料放。对。对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饮料收进去。那个、水呢，然后水应该是免费的，因为这边没有写到水，所以水应该是免费的。里面也有两瓶水。对，所以水应该都是免费的，所以他总共给了6瓶水。我发现这里两瓶，冰箱里两瓶，然后厕所里两瓶。哦、这个里有两瓶。因为这里只有酒，还有那些带糖的饮料。就是，然后这些应该是也是这些就是包括在内的，就是免费的。然后这个有个咖啡机可以用 ，OK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呢，
啊，下面还有一些东西，所以这些应该是很 standard 的啦，这些应该是都是免费的，都是可以用的，因为那边没有那个什么。好，关起来，这里没有东西。OK， 然后我们来看看外面的风景，这边还有一个沙发，这沙发挺可爱的，就是黄颜色跟黑颜色，对。嗯，这个风景也挺好的，对。啊，可是这个哈，这个离对面那个楼有一点点近，离这些楼都比较近，不像我们在台南的话，它都是一望无际的，都是离这些楼比较远的。所以这些离这些楼比较靠近的，我们就稍微最起码要把这个拉上。那好吧，这风景还可以，一般般。就风景的话，台南比较就胜过一筹。然后床我觉得挺软的。啊，后面还有个办公桌，对，还有个圆圆的办公桌，所以摄像就能够在这边，就摄像就可以在这边做他的视频，剪视频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办公桌，有点窄，稍微有点窄，还是没有香格里拉那个那么宽敞，不过可以了，对对对，那个什么的，那个是 upgrade 的、啊、upgrade， 对，这是标准间，好啦。床是很大的，对，床还不错，床还不错，对。你觉得香格里拉的床比较大，还是他的床比较大？好像这个床，他们好像床比香格里拉还能大一点点，是吗？对，因为香格里拉它只给一还是镜子，这只是一个镜子，因为这个的后面就是厕所。嗯，只是镜子而已。对，镜子太多。对，特别多镜子。嗯，然后上面的一个设计是这样的。嗯。所以如果跟上一间香格里拉相比的话呢，实际上我更喜欢香格里拉一些。所以如果给我打分数的话呢，这个酒店香格里拉我可以打到9分、嗯、这个酒店呢可能就打个8分。好，我们现在刚刚那个入住这个台北的酒店，这个是一个日本的酒店，叫 Solaris， 是一个挺新的酒店，然后可以跟之前台南和台中的酒店对比来讲，你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小了特别特别的多。这个算是西门町里面四星级的酒店，这样我们也能理解，因为台北嘛，西门町这个地方肯定也是比较贵的地段，所以酒店也没办法建得特别的大，所以好像这样的酒店也算是可以的了。所以这个酒店看起来还是比较新的，因为它应该是近这一两年才刚刚开始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然后这个进来的话，一门口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厕所、卫生间，然后也是免治马桶。他们现在台湾很多都是学日本的话，都是免治马桶，挺好的。然后我的左手边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可以看到一个洗手台，然后呢再进去呢就是一个洗澡的地方，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浴池可以给你泡澡，这个是非常日本式的风格。你要是去日本的酒店呢，全部都是这样的。蓝牙已连接，我们可以开进去一下。然后跟日本的那个酒店的风格一样，他都会给一个小凳子在这里，然后因为日本人都好像有那个习惯坐在地上洗澡这样。 OK， 所以位置空间是比较狭小的，不过两个人住也是绰绰有余了。然后再进入房间再看一下，蓝牙已断开，它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你放行李箱的，可是只能放一个行李箱，要是有两个行李箱，第二个就得放地上了。对，然后他也有给拖鞋，也有给保险箱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睡衣，这我很少见到酒店给睡衣的，一般都是给浴袍，不过好像日本的酒店他们都会给个睡衣。
这里面也是有那个可以供你去要是要洗衣服或者什么擦鞋的都有。这边是它的 mini bar， mini bar 里面这个没有什么，就是杯子。然后你可以看它有给你两个水，这两个矿泉水应该是就是 complimentary 的，然后有烧水壶，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茶壶，因为日本人不是都爱喝茶嘛，所以他可能说弄一个这样小小的很经典的这个茶壶。然后当然他还有各种的茶，乌龙茶、绿茶，然后还有咖啡供你使用。下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那个冰箱，冰箱里面还有两支矿泉水。我发现所有台湾的酒店都是一个房间至少送你四支矿泉水，也是还不错。我们早上剩了很多水，离开这个酒店的时候。在进来旁边呢，桌子有点乱，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日式的酒店哈，所以它这些东西哈都要你自己在楼下自己拿的，它不提供在房间，可是你有需要你就自己拿。这样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桌台，可以让啊。可以让你剪视频或者什么，一个抽屉、垃圾桶，还有一个电视机，然后电视机它 WiFi 的密码都是在电视机上面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小桌子，就是说如果你从外面买放行李箱，或者你要是从外面买什么吃的回来，你也可以坐在这里吃，这样。然后有一个小沙发，然后它这个是属于。他们是属于比较环保的酒店，所以他就是清洗客房呢是每两天清理一回，所以我们只是住三天两夜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入住进来那肯定是全新的，已经清理打扫过了，那明天呢他就不给予打扫了，可是他也会放新的毛巾给我们，这样。然后第三天才打扫，不过第三天我们就要走了，就要回去了。对，就是的，风景应该是挺好。对，让我们看一下这晚上的风景。我们现在是在19楼，蓝牙已连接，所以晚上的风景很不错。然后对面有一个山，可是我不知道对面那个山是什么山，是象山吗？我知道台湾有个象山。然后对，它的楼层够高，所以风景应该还不错。没有看到101。OK， 好，我们这个位置是在于西门町。刚才那个前台说了，从这里走到西门町的地铁站差不多就是五分钟步行，对，其实也是很方便的。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是台北首都，它就跟台中啊台南有一点不一样，对，感觉就不一样，因为这里高楼明显比较多。OK， 好了，你们看看，这个是我们酒店窗户看出去的夜景，特别的美。其实白天也很美的，有河流，有桥。对，现在晚上可能看不到河流，然后我们需要把。房间的灯全部熄灭了，我们才能够照出这个 影片，要不然它那个房间里的背光就会很影响那个质量。白天看也很美。对，白天看也很美。然后我们的楼下就是西门町啦。这里还看不出多热闹，因为在另外一边西门町，可是就在楼下。然后其实如果白天照的话，远处还能看到一些山脉，现在晚上是看不见的。有山脉，有河流。那边有河流，对，这个方向有河流跟桥，还是很漂亮的。看不到101在哪里。101，现在这里看不到101，也许101是在另外一边，是在我们的后面。明天白天我们就到101去逛一下。好了。
现在大家看一下，再给你们拍一下我们这个酒店，这个四星级的日本人开的酒店，在西门町。之前给你们看了房间了，现在看一下它的大厅。它的大厅在六楼，所以你以为下面一到五楼是干什么的，其实是没有东西的。它的一楼是很空，也许二楼到，可是我看不见它的二楼到五楼是干什么的。从另外一边进，也许或者它可能只是一个设计，反正他们的 lobby 在六楼。然后我发现有很多日本的酒店都是这样，啊，都是在一个楼的楼层上。不用关门，坐电梯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，它这里也是有餐厅的。你也可以订那种，包早餐的。可是我们选择了不要包早餐，因为我们一般第一没有习惯吃早餐，第二我们就可以去外面吃。对，他这个很贴心的是，他有一个吸烟区，所以就给那些吸烟的人哈，他们就可以那个进去里面吸烟，然后就可以不影响别人。他还有个洗衣房，等一下先给你们看健身房。对，还有个 gym， 所以它的 gym 其实是很小的，这个 gym 它其实也没有很大。你要进去拍吗？然后我们来看洗衣房，它的洗衣房很小，但是它的洗衣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烘干机和洗衣机。对，然后洗衣房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制冰机，所以你要想要喝冰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来这里拿。它这里有一些纸杯子，然后你可以自己拿这些杯子，然后自己在这边自己拿冰，这样。对，然后它这个呢，洗衣服呢是要还钱的，不是免费的。所以它那边它有告诉你，然后你还可以跟他买洗衣液，洗衣液是对10块钱，柔软巾10块钱。防静电箱子10块钱，所以他说，如果你需要这以上的东西呢，你就跟柜台拿，然后你给钱，柜台就会给你。然后那边那个洗衣机就自己投钱，看一下是多少钱。所以洗衣机的话，他只接受10块钱的那个硬币，10块10分钟。哦，啊，10块10分钟，这个是那个。烘干机，如果是洗衣机的话，好像啊，洗衣机是40块，你看，嗯，4个10块投进去，你就可以洗衣，嗯，一次过可以洗7公斤的衣服，嗯，对，然后你洗完了你就烘干10块，所以差不多50块，再加上你肯定一般的人也不可能带自己的洗衣机，洗衣机10块，柔软剂10块。所以洗一次衣服呢，差不多将近不到新币4块，其实还可以。所以如果说你不是啊带很多衣服的人，其实就可以考虑一下。就算所有日本人的酒店一样，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拿，所以你有需要你就拿，比如说牙刷、搓澡巾、梳子这些东西。对，大厅还是挺大的。对，然后它的柜台就在这里。离开酒店呢，我们还需要再坐另外一部电梯。电梯来了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，看六楼，直接就到一楼了。一楼就是 entrance and access to the mall。
parking。因为他这个看着一直有日语说话，是因为他这个酒店是日本人做的。对。日本人投资。日本人开的一个酒店。嗯。所以很多顾客都是日本人。对，很多顾客都是日本人。一楼到了。First floor。一三一。给你们看一下一楼。嗯。他一楼其实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这样。嗯。好，我怀疑，哎，这个是不是一个秘密电梯还是什么？对，打开。对，对，对，所以这个酒店其实还是相当方便的，就是说如果你想住好一点的酒店，你想住好一点的酒店，四星级的，然后你可以考虑这个酒店，这酒店还是性价比还不错。反正他酒店特别的日式，然后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日式风格的人，你就会觉得这个酒店特别好。然后对面就是 7-11， 反正后面就是西门町了。对面就是 7-11。对面有个 7-11。对，然后后面那边就是西门町。然后这个 7-11 哈，它是全台湾唯一两间的